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台湾俗语讲：“千算万算，唔达天一位。”也就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意思是说，世事变化无常，无论人如何的用心策划谋事，还是要天时地利配合才行。这也说明了，在天上确实有一位掌权者。这句话也如同今天的圣经历代志下25章第8节的后半段说：“因为上帝能助人得胜，也能使人倾败。”当人的计划走到尽头，有无用到无无的时，只有来到那位独一掌权者上帝的面前，呼求仰望他。16世纪天主教廷因要建造圣彼得大教堂而开始贩卖赎罪券，让天主教腐败到最严重的地步。修道士马丁路德因反对贩卖赎罪券，因而提倡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，于主后1517年10月31日在威登堡大学张贴95条文，开启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。在宗教改革的过程，马丁路德因为面对教廷及各方面的压力，让他有一段时间愁容满面，几乎要放弃改革的志向。有一天，他的妻子穿了全身黑色的丧服出现在他的面前。马丁路德惊讶地问他太太说：“你怎么穿丧服？是谁死了？”他的妻子回答说：“上帝死了。”这句话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原来有时我们信心不足时，在无形中似乎也在宣告上帝已经死了。各位，上帝是宇宙万有的掌权主宰，虽然有时情势并非如我们所愿时，这也让我们体会到人的有限。但当我们坚持用顺服的态度及坚定的信心，继续凭着信心来仰望上帝，他必定带领看顾我们。信心仰望可用两个英文字表明 ：Let go 和 Let God。Let go 表示某个程度的放手与舍下 ，Let God 则是全然的交托给上帝，不再自己背负重担与挂虑。历代志下25章第8节后半段说：“因为上帝能助人得胜，也能使人倾败。”唯有承认一切主权在上帝，如此才能享受从上帝而来的平安与宁静。亲爱的朋友，在生命的过程中，别忘了掌管宇宙万有的上帝的权柄。愿我们能有谦卑顺服的心，也有从上帝来的智慧判断情势，使我们面对困境中依然有从上帝来的平安。